Yo， 欢迎来到 DBS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日本的 Type 74啊。那这一场呢也是打得不错，我们打了8-2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
好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的影片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是 DBS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